野生動物在大自然棲息，不同的物種彼此之間是怎樣相處的呢？究竟他們是想做朋友，抑或是當看他不到呢？昨日，卑斯觀眾 Johnny 拍到列治文 South Dyke Trail 大雁和土狼一起出現的時刻，双方是敌是友未能分晓，只见彼此都神定气闲，是和平共处，抑或见不到对方呢？沙省沙斯加通的野兔就非常机警，尽管四野无人，都竖起耳朵，环顾四周。多谢 Ada。温哥华的 Evelyn 在今年夏天的最后几日，依然在 QE Park 拍到这一幕芳华。酒红的颜色，典雅的形态，如宝石襟针，永远华丽耀目。今早七点，卡加利的天空有橙色云朵翩然经过，呼应右下方开始转黄的树木。秋天越走越近了，多谢 Tony 送来九月天的晨光。观众要送上来或者想看更多的相片，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3w.fairchildtv.com 点击 Photo Tips 就可以。